OK， 那个是什么？有人在厕所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浪哥。马上就要圣诞节了，今天我打算做一个特别的影片，圣诞节恐怖游戏的影片。那么呢，我找到了这一款叫做 Frosty the Slow Hitman。我相信这一款游戏呢，大概是一个五分钟的流程而已。那么我就找多另一款也是圣诞节的恐怖小品，两款游戏加起来大概也是一个十分钟左右而已。那么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，Let's go。Here we go。我的家人应该在一小时之前就应该回到家，一起来度过圣诞节的晚餐。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。OK， 可能你的家人已经出事了，说不定，说不定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好，我们来到外面了。哎，这个圣诞节的音乐，这个是什么 ？Oh my god， 这是谁做的？我需要找到其他人。哇，这个尸体是变成冰了吗 ？What？ 他是遇到圣诞老人的攻击吗？还是你，这雪人是不是会动的？哟，我听到声音。What the fuck？ 你刚刚是在我后面的吗？哟，他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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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转身了。OK， 跑。Oh my god， 又是这一种游戏啊，就是我不看着他就会动的那一种。哎呦！不要跟着我，好恐怖哦！你这样子跟着我，我要去哪里？他说还要找到其他人，其他人在哪？哦，那个雪人没有跟过来了。嗯，这地方真的不知道我自己走去哪里耶。哦，那个雪人跟过来了。What the fuck？ 你不要动哦！哦，你不要动哦！我看着你了。这个呢？不可能只剩下我一个人的。Oh my god！ 我跟你讲啊，马上你也要死了，因为那个雪人明显盯上我了。Oh my god！ 全部人都死了呀！杀手肯定就是那个雪人了吧？这怎么搞啊？我要怎么办？哎呦，你越跟越近了 ！Oh my god， 我要去哪里哦？有好恐怖哦！他这样，我很讨厌这一种哦，就是你一不看他，他就会动了，好恐怖哦。OK，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说实话。Oh my god， 你不要再跟过来了好吗？我可以求救的吗 ？Oh my god！ 我要去那边，那边我去过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跟你们说，这地方看起来都一样的。哦，这里又是一个新的尸体吗？这不可能发生！你在做梦吗？这已经发生了啦！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？现在逃走哦！这里这么多雪人的，哎呦，我有点怕了，我是真的有点怕了。如果他靠近我了，会发生什么？我会直接死吗？还是什么？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！我都不能回家的，我跑，我跑远远去，拜拜，再见了。再见了，我要离开这个城市了。没有跟过来了，再见再见，永别了各位，你们慢慢在那边过圣诞节吧，我走了，我有那么远走那么远了，这些雪人看起来太不对劲了，我是真的可以走了吗 ？What the fuck， 这个游戏没有路了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，游戏？还是我要靠近那个雪人？我真的走完了整个地图都没事情发生，
OK， 那么就让我试试看走过去。没有事情发生呢。What the fuck？ 可是他又一直跟着我，到底想怎样哦？他想偷袭我是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他们来找我了？不是吧 ？Oh my god！ 我看到好多雪人呢。Oh wow！ 他们还可以飞的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正在跑了呀。Oh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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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w！ 我正在死命跑了呀。这真的能跑得掉吗？都没有路了，没有路了呀 ！Oh my god！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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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哦，游戏结束了，所以根本就是无路可逃的这个游戏，非常的好啊。好的，那么这是另一款的圣诞节恐怖小品，叫做 Santa Present。那么还是一样，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吧。Here we go。好的，这一次是在屋子呢，也是有圣诞节的音乐，非常的好。哎，好可爱的圣诞树哦！这看起来像那一种我以前玩那种游戏机里面的画面呢，好残旧啊这种画面。所以我要做什么啊？这个圣诞节，我好像捡起了一张纸条的。什么 ？OK， 我拿起了一个果子，然后我放下来了。What？ 不是果汁来的，好像是饼干来的是吗？我没有看到哎，我捡起那张纸，为什么没有出现字什么的？对呀，刚刚我放下的是饼干来的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。厕所里面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刚刚是不是有人按门铃了？哦，有一份礼物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吗？太好了，一颗星星，捡起来呀、啊，捡起来呀、啊！啊？哦，现在又可以捡起来了，好奇怪哦。OK， 这颗星星我要 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有脚印的？有人进来我家了。这个脚印是谁的？我的星星呢？诶，我把它放在树上了吗？我好混乱哦。应该是放在树上了吧？我好像按了一下，然后我的星星消失了。OK， 那个是什么？有人在厕所吗？Oh fuck！笑死我了！我没有想到会出现东西的，啊，真的吓到我了 ！What the fuck！ 我都没有看到什么来的，好像是圣诞老人吧？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圣诞老人，你想搞什么？不要再吓我了好吗？太意外了，刚刚那个吓一跳，我整个人都跳起来了 ，fuck man！发生了什么？要我做什么现在？我已经打开门了呀，你要进来就进来呀，圣诞老人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来的嘞，可是我又不能捡起来。那我要做什么？哎呦，我有点怕了。我每一次啦，我被吓了一下啦，我就会开始有点怕的了，真的不是开玩笑哦。我要捡起那个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不能捡啊，我已经在按了。OK， 这里有张纸条，准备礼物给圣诞老人。
把那个饼干放在碟上，在圣诞树的下面，我已经放了呀。然后把星星放在圣诞树，我也应该放了呀。刚刚我拿到星星，我已经按在这边了。现在呢，他说的两样事情我都已经做了，饼干我放了，星星也放了。圣诞老人，你是进来我家了吗？你是躲在我家吗？现在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我要走出去？别来哦，别来哦，别来哦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我听到声音。Oh my god！ What the fuck？ 圣诞老人在吃那个饼干吗？他好肥哦！圣诞老人，你吃饼干是没关系的，你不要连我都吃，可以吗 ？Hello，Hello， What the fuck？ 啊？哦，整个游戏结束了，就那样而已。不过我还是被吓到一下了。好的，那么这个圣诞节恐怖小品影片就到这了。还是一样，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不要再等了好吗？大大力的点下去吧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哦，等一下，虽然现在说有点早，圣诞节快乐哟，拜拜。